今年6月10号，2023年，这是《楞严经》第227讲次，进入在卷七399页第一行，我们继续讲怎么样建立自己的道场。先建立一个八角坛，八角坛指的是八正道，中间用金银铜木造的莲花，总共四个。这个莲花指的是清净的法，在莲花的中间放一个钵，钵指的是四理相应，钵里面盛八月露水，八月露水指的是楞严大定，钵里面有花跟叶，花跟叶指的是我们修行所用的各种法门。在钵的外面有安八个镜，八个镜子是指把八识转为大圆镜智，在镜子的外边有16朵莲花和16个香炉。莲花是自己的八正道，还有他人的八正道，自度度他，指的是慧。香炉是果，是定、定慧两庄严。我们看经文。取白牛乳至16气，乳为煎饼，并诸砂糖、油饼、乳糜、酥和蜜浆、纯酥、纯蜜于莲花外各个16，围绕花外以奉诸佛及大菩萨，准备16个器皿，准备白牛乳。准备八样的东西，用牛奶煎成的饼，这煎饼，还有砂糖、油饼、油加面粉做的饼，乳糜就是牛奶和米所熬成的粥，酥和是香料，指的各种香料所做成的糕点，蜜浆是浆泡在蜜里面。还有纯酥，还有纯蜜，这八样食物就分装在八个器皿里面。这16个器皿，16指的是自己的八正道，还有他人的八正道，自度度他，用这一些食物来供佛跟大菩萨。每以时时落在中叶，取蜜半升，用酥三合格，坛前别安一小火炉，以兜罗婆香煎取香水，沐浴其炭，男令猛翅头饰酥蜜于炎炉内，稍令烟尽，享佛菩萨。刚才这些16个器皿准备的食物是在日间供佛跟大菩萨。如果在半夜的时候，是在这个坛前准备一个香炉，香炉里面有木炭，这个木炭是从兜罗婆这个植物，这个是有香味的，把兜罗婆煮成水，变成香水，再把炭泡在这个香水里面，然后晒干，然后再拿来这里来供养佛。在这个香炉里面，先把炭，就这个木炭，把它点燃。等这个木炭已经变成了火红的颜色了，这个时候再放进去半升的蜜，还有三葛的酥，等这一些都全部燃烧完毕了以后呢，就是供养佛了。半升我们指的是中道，三葛是指的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这个大火猛炽就是指的我们把我们的妄心，把我们的比较分别的心也给烧了。
书跟蜜，这个书是牛奶的精华，蜜是花的精华，就代表的用耳根圆通来修行的妙法门。令其寺外遍悬繁花，于坛室中自蔽肤色，十方如来及诸菩萨所有形象。在道场的外面要悬挂的幡花，这个幡是指的我们要忏悔，然后改进；花是指的六度万行，六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在坛场的坛室里面，在四面的墙壁要敷设十方如来，还有诸菩萨的形象，应于当阳张卢舍罗释迦弥勒阿处弥陀诸大变化观音形象，兼金刚藏安其左右。当阳是指最好的位置，卢舍罗是毗卢遮罗佛，释迦是释迦牟尼佛，弥勒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是贤解的第五尊佛，第四尊佛是释迦牟尼佛，阿处是阿处佛，是东方不动国的佛，弥陀是阿弥陀佛，还有32应垂泪教化的观世音菩萨。还有金刚藏菩萨，这个字把他们的形象安在左右两边。地势梵王乌处舍摩并南帝迦诸君图利与毗聚支四天王等毗罗耶迦张于门侧左右安置。地势是指的玉皇大帝是忉利天的天主。梵王是指着初梵天的天主，统领梵辅天、梵仲天、大梵天。乌处舍摩是25位圣人之一，他是用智慧把浴火扶住了。乌处舍摩、南帝迦、君图利、毗聚支，这个是四大金刚。四天王是指的东南西北四大洲的天王，有持国、增长、广目、多闻天王。毗罗耶迦是2位使者。把以上这些的护法神、金刚使者，还有这些天王像，把它摆于坛室门的左右两侧，又取八镜复悬虚空与坛场中所安之镜，方面相对，使其形影重重相似。我们又取八个镜子，然后悬在虚空中，我们看。这个八个镜子是我们原来跟原来的八元镜子，这个镜子是两个是相对的。所以呢，你看我们这两个镜子相对，所以光跟光就是相接。这八个镜子是指佛的大圆镜智，就是佛的大定智光。佛加持众生，加持所有的修行人。修行人也都能够承受到收到佛的加持。我们在卷八时候会讲到，如来逆流，如是菩萨顺行而至，觉寂入交，名为等觉。如来是往下，
然后十地菩萨是往上，就是顺行，心跟心是相应，所以十地菩萨能够证到等觉的果位。这个就是说明佛会加持修行的人或者是菩萨，能够让我们在修行的路上能够有所精进，能够证到所要证的果位。今天讲到这里。